分享开心，分享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虫虫。那今天呢，晚上虫虫给大家录两盘录像，这两盘录像呢都是很搞笑的啊，非常娱乐的录像。这个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我的那个暗恋我喜欢我的这个星星啊，我家的宝贝星，他那个没事就会叫嚣啊，那个我要跟虫虫玩血战。但是你们都懂的啊，这就好比那个你明明是一个儿科医生啊，或者说你明明是一个妇科医生。啊，你是看妇科病的，完事呢你非得跑去给小孩看病啊，去看儿科，或者说你忽然去跑到给人家看男科啊，然后这样你肯定会给人，你肯定不如看妇科那么专业，你会把人家看坏的。所以就是所以呢就是我肯定是说啊，我是玩军八的，对不对？那你是玩三三的，你就不要来军八这里边装大神啊，或神马的。我也跟我家星星说过了，他不听的啊，他不听，他非得要全面发展啊，把妇科、男科、儿科全都搞明白。那如果你能搞明白的话，当然多方位发展是最好的。搞不明白的话呢，你是不是就要给人家男科看错了呀，或者是妇科看错了呀？这我就不知道了啊。总之呢，他血战他的，我们来军吧，继续装身份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呢，我家星星最近比较辛苦啊，他这个炒作一下自己，为了提升个视频的点击率呢，连转超清的时间都没有了啊。原来还能给大家来一发高清，现在连高清都没有了，直接就是标清的。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，你们快去帮我劝劝他吧，我跟他说话也没有用啊，我也不是妻管严啊，罚他跪搓衣板我还舍不得，然后你们都去劝劝他，对不对？不要这样辛苦啊，这个转超清都转不了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让大家去给他刷刷粉丝，刷刷点击，哎，你好歹发个超清的嘛，是不是？嘿，然后呢，星星也是改了不少啊，不好的地方知错就改，虫虫很喜欢这样的，终于做一做别人主视角的录像了，然后来还做一部忠诚的，挺不容易的，终于不再做他各种躺赢反贼的了，来点有技术含量的嘛，就选个元素的啦，然后元素的这个元素的嘛，哗啦哗啦一把牌，然后跟大家讲一讲，其实也不错，值得鼓励啊，然后我对他的第三者，我们的小三儿，那个传说中炉石的发主视角的这是什么的啊，我也感觉到有竞争，有压力了，对不对？有人过来跟我抢我家的星星了，所以我要更努力的啊，这个跟上星星的脚步啊，你们都懂的啊。这个别人跟我说他又做了一盘元素的，然后我就跑去看看啦，这个看一看的嘛，一看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。这样的话呢没有关系啊，大家要理解他，对不对？这个他做别人的就好了，管他是元素还是神马的呢。今天咱们来做一盘忠诚的，那忠诚的这个呢是这个在人人网专区啊，我们再重新看一下选将吧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选将。其实呢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考虑选刘峰。选刘峰的话，可能就需要装身份了啊。但是，你选刘峰，你谁都不偷，跳个名内，估计后边上来四个反贼也会打趴你的。其他的这些都不是很好了。这里边选一个夏侯霸呢，可以配合激将，但是可能会被主攻盲狙。那咱们不如就直接来一个内奸身份的公孙瓒啊。公孙瓒跟刘峰比起来，强的地方就是，他不用下别人的距离，他虽然不能下别人距离，但是他能打全场啊。从这个位置开始。三四号位置，然后还有七号位置，这三个位置有一个反他都能保证达到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局比赛。那其实这个玩家呢就是这个二区的青天啊，我们他的基友都管他叫野鸡啊，为了泡他啊，为了操他都管他叫野鸡，我是管他叫青天的啊，我们是好基友啊，这个男人们都很喜欢操他的，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啊。然后咱们这里边看一下啊，他选择盲狙鲁肃，那刘备也是带头搞了一下鲁肃。这局比赛很有意思啊，全都是蜀国的，这个徐庶、关音平、祝融还有关羽、神官啊，都很像蜀国的，然后刘备压根就没鸟我们的公孙瓒。那神官这里边跳反贼，跳反贼的话我们看啊，孙权顺鲁肃连上啊，这个就是跳一个内奸的身份啊，这个石忠臣可以优先考虑把公孙瓒给解开。好，大师这里边这个表示藐视公孙神将啊，对不对？他怕公孙青刚就能打到他自己了，所以呢这里边就这个对吧，公孙瓒如果裸摸青钢剑就能够到鲁肃了，怎么样？捡一马的男人就这么厉害啊，有马有长度的男人就是很厉害的，功能很强很强大，这样的话呢场上这种身份已经跳得彻彻底底明明白白了啊。关音平这里边为了觉醒啊，为了觉醒，然后趁着刘备被勒不能发牌，然后狂决斗啊，决斗刘备，自己激将，然后求觉醒。
好，我们看一看啊，白板公孙瓒能打出什么样输出来？咱们打神官意义不是很大啊，神官放到最后打，神官是大白板嘛，对吧？无中生有和红桃的桃子都不能救队友，都不能开，都要当杀用的。我们这里边优先杀祝融，那集火的目标肯定就是说优先打鲁肃，我们够不到啊，没有剧本杀，没有摸到金刚，我们就直接杀祝融。孙权这里边呢，因为有 AK 嘛，我们。估计那天会收了鲁肃的，那咱们这里边就是乐上观音瓶嘛，对吧？这个乐鲁肃就浪费了。好，孙权收人头应该是没有收到足够的杀啊，有的话应该考虑突突叙述了。取你首级，祭先父之灵。而这局呢，反贼的这个观音瓶是短手，只能静默的血祭徐庶啊。但是徐庶相对来说不怕血祭啊，给我一张牌，我下回合举剑回血，大不了。然后刘备穷的连张闪都没有，一把牌没有闪啊。然后这里面主公不鸟我们，对不对啊？鸟了鸟了，给我们一个兵粮寸断，其实给不给意义都不是很大啊。这兵粮他可以自己去兵祝融。好，这里公孙瓒去打了观音瓶，因为关小姐没有距离，所以就是只能血祭徐庶啊，多压他一血也无所谓的。容我三思，火攻。好，现在孙权是已经彻彻底底的，他第一轮就直接跳的明内啊，第一轮就跳的内。从容和大家说啊，就是像这个徐庶这种武将啊，内奸要优先考虑把他算到你的控场范围之内，因为他老徐庶不怕 AOE 的，你 AOE 清全场这个是小内的梦想了，还不怕决斗啊，也不怕火攻，所以你需要早点压徐庶，每回合杀他一下。这局是说没有办法啊，刘备徐庶中搞七局，而在徐庶之前神官又没有能力破坏徐庶的手牌，所以徐庶举剑回血几乎是势在必行的啊。其实这个顺手牵羊可以让我们去顺祝融的，发挥一下我们减一码的优势，但是没有啊，祝融没有牌。那咱们这里边呢，就是顺了这个，他顺的是距离，顺的是这个手牌啊。其实是我的话，我可能考虑把藤甲顺了，因为神官现在还是可以出于卖血的状态的。孙权出一个铁锁，把自己跟神官连上，火杀一发的话，神官肯定是会卖这滴血的，到时候我们就难过了啊。将军岂愿抓牌乎？那好，这里边就是说徐庶每回合都在回血，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东西啊，然后也没有排列刃。那祝融这里边其实说选将啊，祝融选将没什么问题，神官太弱了啊，观音瓶太弱了，那反贼的这个两个阵容都是比较弱的啊，而大师有太招内奸的仇恨，孙权怕牌没有，第一轮也就把大师给突突掉了。公孙瓒呢，就是在他这个出了 AK 之后，如果他还能保证自由减一码的话，就会好很多。那孙权呢，现在也无力回天，对吧？我觉得这局就是主中赢，早晚的事儿，看咱们什么时候能解决掉孙权。朱荣还好啊，两下就杀死了。以德服人。为什么给徐庶这么多牌呢？看来锦囊牌不多呀，给的都是基本牌吧，给徐庶的。应该先去收祝融，再考虑给把那个牌给徐庶还是怎么的啊？比如说你要给了徐庶三张杀的话，现在不是赔了吗？因为有 AK 了啊，咱们这里边这个吃桃子，对吧？先骗孙权一张闪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直接刮 AK， 他就可能会出闪了，所以你先斧头杀出去，这个排序还是比较好的啊。先让孙权本来他有闪的啊，让他先不闪，然后。掉一血继续杀，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AK 加减一码这个收了内奸，打神官的话围殴就好打了。徐庶加刘备也够打掉这个神官羽了，怎么样，有马的男人还是很厉害的吧。直接突突一个带加一的孙权。好啦，那剩下来呢，从容四倍速度给大家放，那剩下来就是肯定是主公妥妥的躺赢了啊，跟着我们的各路神将一起躺赢。为贤为德，哎呦，这下爽了，爽死了啊！来吧，来吧。好，这局比赛就结束了，一盘非常的搞笑啊，这个公孙瓒很搞笑的啊，这个打打酱油打到最后关头忽然来了减一码，还是这么说啊，军中距离很重要，所以这批减一码还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合理选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位置的话呢，选公孙瓒吧，主公可能不会忙你，选夏侯霸的话，刘备可能会忙我们一刀，刘封的话呢，如果是孙权主的话，刘封可能是值的啊，因为你给孙权拉一圈子嘲讽下来，但是刘备主，你说无血的五排的刘备
卫跟一个嗜血的带个逆的刘峰，你先杀谁啊？那么你刘峰就算是跳一个内奸的身份，你谁都不偷的话，也差啊，毕竟缺距离。好啦，那这局比赛呢就给大家放到这里，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盘非主流主攻局，巡游主攻局的。从中跟大家说啊，就是说很多大家打的路人局录像都是非常娱乐的。那其实解说呢，主要是过来给大家还原一盘录像的这个一个娱乐的状态也好，还是一场非常精彩的，大家打的都很精彩的状态也好啊。那解说呢，不能无中生有啊，这个也不能这个瞎说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最记恨的啊，或者说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明明很一般的局，非要吹的自己把自己吹上天；明明很娱乐的局呢，非得把自己吹成啊这个装逼大神神马的，这是我最讨厌的。然后明明很坑的局，你不说人家坑，你还要赞美人家几句啊？你说这你何必呢？说个什么劲儿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一局。其实选贾诩也可以啊，他选荀攸了。然后我们看一看这局比赛。那这局比赛呢，这个真的是贯彻了这个坚持不懈的这么一个精神啊。这个手牌起手的牌太有意思了啊！火杀、杀、雷杀。好，这样咱们慢一发。他这里边是搞的典韦啊，其实我说他有加，我说他有加一码的话呢，可以优先去打二张，因为这个我们不说别人啊，就是说看这个场上江面，这个他很像内奸，能给我们巡游当中的人，对吧？能吸引到嘲讽，或者是能帮我们打输出的人，就攀马，没了啊，就攀马了。这张和怎么说呢？张和当反贼意义不是很大，因为巡游裸奔偷个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个人觉得就攀马能打出一点输出吧。大聚如雨，所以我们应该考虑把决斗火攻都去海尔张啊。你这个典韦的话，因为你骑手有加一嘛。等着张和挪了以后，咱们再说以后的事儿啊。好，这里边刘表就直接过了，张和就直接掉线了，没有跳身份。我是觉得啊，张和在巡游局当反贼意义不是很大，因为你拖慢你们这个本方的这个节奏啊，打不了速推。但是当忠臣的话怎么说呢？当忠臣的话，你就当白板呗，就别挪了啊，摸两张牌然后杀一刀，是当忠臣的这么一个节奏。好，二张杀起来。二张给了八号流氓，流氓因为比较相反啊，他是跳反贼。看一下曹冲，总之这局比赛啊，就是攀马给我们当中也弱，能出张杀的攀马也弱，攀马这位置离巡游也太远了一些啊，所以感觉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反贼全跳齐了，那就是说流氓云对吧，张和我们给他标中啊，张和当那的话，这个得多么那什么。好，咱们看一下吧，就是说流氓云是这样的啊，流氓云的这个选择，从中跟大家说一下流氓云的这个选择，他不愿意给二张扔牌，然后呢他就选择过来寒冰巡游了，因为巡游被乐了的话，他觉得主公可能这个桃子也吃不了，要给扔，所以寒冰我们问题不大啊。怎么说呢，就是这么说吧，就是说流氓云还有一个选择，就是去寒冰攀马，因为巡游有一定的概率添过这个乐，那如果不能添过乐的话，巡游可以把桃留在手里，对吧？这桃子是明的啊，你就扔个五谷什么的吧，都可以吧。流氓云这么打问题不大啊，这个他也没有办法，要么就寒冰攀马，但攀马肯定是有闪吧，我觉得问题不大吧，还可以，可以接受。好，然后这个乐就添过了啊。这个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就是肯定是忠臣啊！从中大家说啊，这边主持者叫那个逆光之上是飞鱼三区的飞鱼，你这个打的不对啊！你这个因为就是他寒冰你，寒冰你的话应该是一个中内的这么一个身份啊。张和跑了，攀马这个给二张扔的牌，你看扔了这么多，所以他肯定是反贼已经跳的齐全了。那你家忠臣跑了，张和跑了，刘表跳了个内，流氓云寒冰你啊。如果说他是坏人的话，他绝对是寒冰这个加一码的。那他选择寒冰你，主要是看你被乐了，不想你把桃子和你西莫的牌扔出去啊。那就这样啊，就说不应该杀这刀，应该去杀这个典韦的。那我们这里边是强势打输出压血线的啊，这把开完剑了。孰重孰轻？我觉得呢，巡游在初期这个 AOE 的棋策啊，紧着一个棋策，要么棋策南蛮，那要么棋策万剑啊，就一直棋策一个是最合理的。后期的话，大家什么都
大家可能就是断杀的概率比较多一些，所以呢可以考虑去预期测别的，对吧？你像流氓云肯定是中内啊，他要是反贼就下你的加一了，下加一的话典韦就扔一个青龙刀就可以白白打掉你一血的嘛。过河拆桥无懈可击啊，这里优先去拆这个青龙刀，好，这样这个成功骗出无懈。其实怎么说呢啊，让他拆对不对，这张无懈要无懈这个乐不思蜀的，你让他拆，拆完了以后二张再给呗，那刀不有的是吗，刷刷刷肯定还会有的啊。所以这个坑爹啊，你无懈就这么用掉了，二张六张牌呢，你不让二张这个摸，不让二张出牌，好，二张的运气比较衰，没有过乐，扔吧。哎呀，说白了不就是一把刀吗，好，那就是反贼现在应该是断杀的这么一个状态了啊，或者曹冲有一张杀都是有可能的。你这撸了赵云的刀，赵云有闪了，这次就群雄没被乐啊，那赵云就可以去放心的这个杀这个潘马他们了。依我看，小事一桩。他这刀应该杀典韦吧？嗯。行，压压曹冲也就这样了。好，我们这边杀一道典韦，然后开万箭齐发。嗯，这样的话呢，曹冲人心的话，曹冲可能就会死啊，看反贼没有桃子啊。曹冲是没有闪，他是没有闪，没有闪的话，赵云杀他，他为什么要不闪呢？啊，不，没有闪，怎么可能没闪呢？不知道点为什么牌，待会儿看他死扔啥吧。我们收了一个火攻啊，来看一看。这时候就是猜花色啊，看一看点为死扔的是啥吧。怪怪的啊，曹冲这一把牌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真的是没有闪，那张闪是他唯一拿的。那他是手里是什么牌？啊，不去管他了，然后咱们继续打吧。反正就是这局是运气很好，对不对？该收人的时候都收了。啊，丈八一定要挂啊！这时候内奸肯定是要跳了。刘表弃牌，刘表这个时候选择弃牌啊。这么跟大家说，张合百分之百是忠臣，就是我的视角看啊，百分之百是忠臣的啊。这个藤甲可以考虑给自己，那个二张这个藤甲可以考虑给自己的。不给自己的话，如果群优不死，待会儿 A 起来，二张早晚飞啊，妥妥的飞，而且藤甲还可以防流氓云呢，你说是不是？好，潘马被压到一血，收不掉，这个何必呢？你这样南蛮可以不开吗？因为你谁也收不掉嘛。好，咱们继续啊 ，A 起，看看潘马能不能收掉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亲手将你杀。竭力抑制。啊，你说自己留个藤甲多好啊！留个藤甲，二张藤甲给自己多好，这是你给小内了啊。嗯，然后我这就是，其实我觉得流氓云呢打的是挺中的啊，打的挺中的。但是也有可能是他没有牌，对不对？也许流氓云是因为没有闪不冲刘表啊，你这是伤和拉嘲讽。嗯，就是张合百分之百是忠臣啊，不用想，百分之百是忠臣，你不要去拆他那个加一码啊，张合肯定是忠臣，没有必要这个时候还打死中内啊。肯定是忠臣，张合如果是内奸早就会偷牌来跳内了，没有必要，你这有必要死中内吗？巡游主张合打巡游也不是说不能打，对不对？那早就该偷了刘表流氓云，把流氓云偷空了的话，潘马就可以帮张合解决掉流氓云啊，如果潘马愿意的话。潘马怎么说呢，起码斧头是后来给的，那没给斧头之前潘马是可以考虑挂上加一，加一也是他那个二张给的，九杀流氓云啊什么的都是可以有的啊。然后刘表这里托管了，那这个时候主公不要再想了。我是觉得啊，180-190级的玩家，你比如说像张合188级啊，这个流氓云160级，我们不要管他们选了什么样的忠臣，但是该跳内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跳的，因为他们有机会赢。
对不对？你这流氓云的处排的排序哈，乐不思蜀，乐流表呗，这打的。啊，咱们应该先吃桃啊。好，刘表就放弃托管了，这张合肯定可郁闷了，还不明白。就是这么说对吧，我们的两个忠臣，张合当反，在巡游局当个反贼，就那个位置一般般，发挥不会太好啊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AOE A 起来的话，张合的血线被迅速的压低，当忠臣的话也是一般般，但是还好吧，这局我们巡游的运气好对吧，天贵乐，再加上这个反贼坑爹，你打巡游主啊要曹冲干什么，没有意义。你就是你巡游局的反贼，你不要想哎呀我要选个中会啊，原主的中会他一 A 我就卖 A 三次我就觉醒了，好，你觉醒了，你队友他妈都死光了。打巡游，巡游是主攻分两种，一种是速推，一种是围观。巡游是非常非常典型的速推主攻，他你速推巡游比速推孙权要简单的很多。巡游这是骑手有加一码啊，他自己裸摸的加一码，没有办法，运气好。如果他没有这个加一码的话，他血线会被更早的压下来的。就是说推他，那你至于的那张牌，第一回合我们大家手牌都很充裕对吧，我们骑手四张，裸摸两张，六张牌，你有的是牌去制约。第一回合是你最容易打出优势的，你把巡游压到第一回合你推不掉，你压到一血压到两血，他敢开桃园吗？他开了桃园是他三血他裸奔，那第一回合忠臣的输出全都白打了，反贼状态满满的，所以你就压他。巡游是不敢在前期轻易开桃园的，开了桃园输出就全白打了，不要选这些武将啊，你选二张打巡游局。你队友你就哪有人给你扔牌，你是孙权局行，你队友可以跟你配合啊，但是巡游他有治愈的，大家杀了巡游就要弃一张牌对不对，我们不能说啊那个巡游倒霉治愈的全都是 黑红相间的，你一旦人家都是红都是黑呢，人家要弃牌的，你选二张干什么，你选二张，二张就是一个明反，巡游没有牌给你扔，但是你是明反，但是你有用吗，你有什么用，谁能给你扔牌，反贼能给你扔牌啊，这个曹冲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选曹冲在这个位置打速推的武将啊，打速推的武将，你这个打速推能出得起一张杀，你回合内能出得起一张杀掉巡游一血就够了，亲们啊，典韦的选项没有问题，很 OK 的啊，因为巡游一旦裸奔，典韦这个打巡游这个手牌是明的，后边人可以考虑到底怎么打。那我们至于这个流氓云中啊之类的咱们就不说了啊，流氓云打牌挺好的，打的问题不大啊，然后忠臣也跳得很明白，或者说是内奸跳就是跳中内的啊，跳得很明的，主攻这里边眼瞎没看到，说他喷他。好啦，那这局比赛就到这里啊，我们可以看一看巡游为什么能赢啊，是不是一个是运气好，再一个也是一个武将的这么一个 PK。好啦，那这样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，多多支持我的这个疯狂追我的这个我们的北鼻星啊，大家一定要去支持他一下啊，这样就是即使他没有转超清啊没有高清啊或是怎么怎么样的啊，大家去支持他，你看他努力了啊，我说什么他就按照我说的做啊，并且改了，私下里呢他也会改的啊，你们这个不要担心啊，人都是会成长的，星星他一定会改的啊，他现在已经开始做代驾录像了，虽然是原术主视角的，虽然这个打得一般般啊，但是他也说了，我就瞅了一眼，他也说了，你看这个中方打的不是很好啊，反贼打的也不是很好啊，那没有招对吧？那个内奸是袁绍啦，反贼只能打袁绍啦，然后袁绍也很难跳内啦，对吧？袁术就躺赢了，这个星星呢也有改观了，不再在自己的视频里边狂吹牛逼了啊，不装大神了，已经跟大家解释牌局了，终于开始讲一些有用的东西了，告诉大家反贼打的不对呀，忠臣打的不对呀，这是不错的，是个进步，我们要鼓励他。好啦，大家记得。看完我的视频一定要去星星的空间这个帮他顶一下啊，这个他好我也好，好啦，那我们这个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这个希望大家这个晚上愉快，那从中就把视频发出来了，咱们明天见，明天会给大家发国战的视频。